这个过敏性紫癜呢，尤其是它呢，引起肾炎以后呢，饮食上面很重要。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，过敏性紫癜，顾名思义，它肯定跟过敏有关。所以说呢，跟过敏有关，往往是跟饮食脱不了干系。对。这是这个过敏，就是说食物上面需要注意的东西。但是这个病关键呢，是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，这是主要的。